并且人不会不知道本地人外地客都喜欢去的景桂街，今天就来盘点景桂街彼此必逛的十家美食。在这里鱼圆茶室内就有超多好吃等着你，来到这里一定要 order 这个荣获米其林推荐奖的茶龟雕。这家主打纯天然燕窝的冰岛烟，店内有很多选择，全都是自家工厂的燕窝，高品质之外要浓缩那自己喝的燕窝他们都有，不用去到怡宝，在这里就能吃到出名的旺季祖传豆花，每天新做的豆花搭配不同口味的糖浆，滑溜溜的口感，豆花入口即化，祖传三代的饼能入驰名喇沙，还荣获米其林推介奖，汤头每天新鲜熬煮，喇沙真的特别够味， Q 弹喇沙屌特别美味，酸酸辣辣很开胃。这一档 Roja 1974年面世，已经是50年的老字号，炭烤的鱿鱼加上招牌 Roja， 老招牌老味道，吃了一口你就知道，带有一点辣的 Roja 酱，烤鱿鱼非常香， Roja 酱也可以买回家。喜欢吃螃蟹的朋友，这家螃蟹粥你一定要 try 看看，泰式咖喱螃蟹，泰式炒拉拉，泰式海鲜冬阳，全部都很够味，招牌必点的当然还有螃蟹粥，螃蟹的鲜味融合在粥里面特别赞。 Haggy 92 的料理会让你充满了惊喜，这一碗拉沙跟你在外面吃到的很不一样，这里的还有加入海鲜很特别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同的西式料理选择，有特色的甜点，感觉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得到，选择算是蛮多的，会让你吃出很多惊喜，很适合情侣过来这里 dating， 连饺子也是有哦。 Dreamen Haven Art Cafe 浓浓的艺术氛围，一进到店里面就很有 feel， 宁静的环境非常 peace， 很适合叫上花茶跟朋友姐妹聊聊天非常 chill， 还有卤肉饭炒 macaroni 等主食，很特别的 ice cream， 每款冰淇淋都是真材实料，还会放上眼睛很吸睛，他们还有冰沙，口味选择多样化，当中还包括了榴莲、怎么的、古果那等，浓郁的口味绝对能够满足你的味蕾，吃了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了口。有越南餐给你吃，正宗越南菜的 Viet Garden， 必吃当然是牛肉粉，越南河粉吃起来有所不同。经营提出的越南春卷，脆口到来很清爽，越南法棍也是非常脆，而且给的料也是很扎实。当然还有不同的越南美食，有越南椰浆甜品，去到景桂街，大家记得去这些店试试看吧。